集曼谷演唱会上，尤娜突然爆哭，说着为什么老是这样对我，为什么崔莉亚偶尼老是出来惹哭我，似乎是因为看到演唱会上播放 VCR 想念莉亚，所以尤娜忍不住落泪，边哭边委屈说话的样子让粉丝都觉得既可爱又心疼，也纷纷跟着尤娜一起鼻酸。之前韩国演唱会上，尤娜也在提到暂停活动的莉亚时哭过，展现了对莉亚的真心，粉丝们透露两人感情很好，之前算过八字说两人的属性特别合，所以外号叫做八字 CP。 尤娜真情流露也让粉丝们感叹她也还只是个孩子，而明子也很想念莉亚，虽然暂停活动已经将近半年，但莉亚也会现身演唱会，开个人 IG 时也上传合照展现团魂，让粉丝们都期待莉亚好起来再次合体的那一天。非常不确定我已经忙到了，我哪里不一样，还没老派吧，莉亚